咧係一個配音員嚟嘅。咁咧可能大家咧平時喺啲電視啊或者廣告啊都曾經聽過把聲嘅。咁點解今日會走出嚟呢度唱歌咧？咁其實本身自己咧都好中意唱歌嘅。咁好開心啦、啊，冰雪奇緣啊！你頭先有 fans 送咗隻 Frozen 嘅 Elsa 公仔啊。咁因為個 Elsa 咧個粵語版配音咧係我配音嘅。可能有啲家長啊，啲小朋友都會有聽粵語版嘅話，可能都會有聽過我把聲。咁點解今日會喺度唱歌呢？其實今年咧就好開心啦，簽咗唱片公司，咁亦都籌備緊我嘅第一張 HiFi 大碟，咁亦都好快會面世啦。下一個月咧，七月咧就會會推出噶啦。咁到時咧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，覺得都唱得唔錯嘅話咧，今日咁都可以留意下，可以到時去唱片鋪啊或者支持下咁樣嘅。好啦，送俾大家咧有呢一隻歌。今日咧第一隻呢隻歌咧係有一個朋友點唱，咁咧佢就inbox 我啦，話好想聽呢隻歌。咁咧就叫做可惜我是水瓶座。咁請問在座有冇人係水瓶座噶？哦，都有嘅。咁好啊，可能水瓶座嘅人係咪聽得特別有感覺啲咧咁樣？好啦。真的在這裡我說九點鐘答正就要唱第一隻歌像我 partner 阿 Mark 的这种幸福，那泪流得住我，到底是为什么分手？你很清楚，如何笨到底，但到底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，想继续装傻，却又无力。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，盲目到不计后果，我就回去，别引出我泪水。尤其你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句，可以闭上了你。So
哋而家送第二隻歌，陳奕迅嘅《淘汰》啊，不如。彈琴今天很開心啊，有很多朋友來支持啊，還有我細佬啦，細佬都有來到啦，很開心，都有粉絲送了一些禮物，很多謝你們每一個今天支持的人。在这熟悉的路途。
要谁主持？逃避某段从前，但也已偏偏促使这人遇见。总要谁主持？人便安静从前，在痛哭拥抱告别，就从没再见。总要谁主持？逃避某段从前，但也已偏偏促使这人遇见。張敬軒的演唱會，最近很多人是不是走去聽張敬軒的演唱會？因為他在演唱會裡面就沒有唱到這首歌，所以今天就選了一首張敬軒的歌，笑忘書，希望大家會很喜歡這首歌。有反應嗎？這個
笑忘書。好，又自我介紹一下先，驚可能有啲朋友係啱啱先嚟啦，唔知道我哋係邊個。咁我個名叫黃子藍啊，好易記嘅啫，黃色、紫色、藍色。咁英文名叫 Kitty， 咁大家都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page 啦，同埋 Instagram 嘅，咁前面都有嘅。咁我自己本身係一個配音員嚟嘅，咁所以咧配咗好多年噶啦。咁所以其實大家可能喺電視啊或者啲廣告啊喺電影裏面，其實可能都曾經聽過我嘅聲音嘅。咁我點解今日會企喺度唱歌呢？其實係佢即刻彈呢首歌，知唔知咩歌啊？Frozen 啊 ，Let It Go 啊，呢個 character 咧，我配嘅粵語版。咁我開心啦、啊！今日點解喺度呢？因為今年係好開心嘅一年啦，因為我簽咗唱片公司啊。咁嚟緊下一個月咧，就會出我嘅第一張個人快碟，係 HiFi 碟嚟嘅。咁大家咧就可以記住我個名啦，黃子藍。咁希望大家喺下一個月嘅時候，如果開始有宣傳嘅話咧，如果覺得今日都唱得唔錯嘅話咧，可以到時去唱片鋪啦，買隻碟去支持一下啦。因為香港咧做音樂真係好難，好需要大家去支持。咁另外我嘅今日嘅拍檔啊 Mark 啦，戴俊陽，其實佢本身唱歌都好好聽，佢一個唱作人嚟㗎。咁不過今日咧就大家冇機會聽到佢唱歌，因為上個禮拜佢唱咗啦。咁今個禮拜就好多謝佢嚟幫我伴奏啦。咁大家如果都想 follow 下佢咧，都可以去我 Facebook 啦，可以揾到佢嘅。咁希望你哋可以多多支持。超級中意，因為真係好中意，所以我講好多次。呢隻歌係由細到大咧，唱到而家都仲會唱嘅。我諗好多人都會好中意。有冇人估到係咩歌嘅？好難估係嘛？係啦，咁我開估啦，就係許美靜嘅歌《明知故犯》，希望你哋會中意。再等等。
低你又話轉就轉。我哋今日 rehearsal 嘅時候係用吉他嘅，考緊你之餘其實都考緊我。呢個就係 live 好玩嘅地方啦。會唔會琴都冇用？清唱我驚太好聽啊！講笑講笑講笑。佢哋唔想我哋唱最後一隻歌啊，所以點啊？不如大家估下最後尾會唱咩歌？大家估下會唱國語歌定廣東歌啊？廣東歌啊？廣東歌你舉手啦，不如。哦，即係好多人覺得國語歌嘅，唔舉手嗰啲係國語歌啊？覺得國語歌嘅咧？哇，好多人拎單個喎。好，依家就會揭曉啦。好多謝你哋企喺度同我一齊等。好中意聽你唱歌。Hello， 大家見到啦，好緊張啊！原來突然之間會見到識得嘅人。Hello， 好好。呢啲我中意聽你唱歌。多謝你啊！多謝你啊！多謝。講下我隻碟喎，佢而家最好賣廣告喎，又以防咧一啲遲嚟嘅朋友唔知道我哋係邊個啊？我個名咧可以記嘅就係黃子藍，黃色、紫色、藍色，英文名係 Kitty，Hello Kitty 個 Kitty。咁咧本身係香港配音員嚟嘅，咁今年好好彩啦，簽咗唱片公司，咁嚟緊咧就會出自己嘅 HiFi 碟嘅，咁下一個月咧就會出街面世噶啦，咁會喺各大嘅唱片鋪啦，會有得買嘅，咁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多多支持啦，同埋最緊要follow 下我嘅 Facebook page 啦，係咯，同埋阿 Mark 咧又係我嘅今日我嘅 partner 啦。啲人成日以為我哋係一個組合嚟嘅。怕空氣突然安靜。Yeah.
每支吉他斷了線，所以突然間轉琴，所以有少少緊張。好，多謝今日大家嚟聽嘅朋友。咁我哋呢個 session 咧就完咗㗎啦。